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好，啊，哎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十个了吗？没有，就十个花卉在这边吃。哦，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佳。你是谁？嗨。我们现在刚睡醒，现在呢，我们在就是高雄的老家。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我家在什么地方，因为我很多高雄的朋友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我家呢叫凤鼻头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，就是一个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带小编还有峰哥呢去吃一间我从小吃到大的早餐，算早餐，我们早餐都吃的比较中式。等一下让大家瞧瞧，铜板美食。这个要吗？八根。哎，五条。有有有。五条。九条。先特写一下蛙贵，这样一个售价是25块。我记得我很小，从15块吃到现在25块。这是几年前？几年前应该有一二十。好套话，被套成。请问你现在年纪是？不要问。那我们现在吃它的蛙贵。挑战吃十个。现在，峰哥，你是要跟我一起吃吗？吃了四个，第四个。嗯。口感怎么样？其实它很软，然后里面还有1/4的蛋。然后菜爆什么的，我觉得它口感比较偏软一点。我很喜欢这个比较偏软的。就是你最爱的口味，从小吃到大的口味啊。然后里面有肉燥。
这给你们。谢谢。老板很贴心的拿来了水，配着喝。还要喝啊？这是第九碗，那等一下可以留半碗给我吗？听说都被你吃完了、欸。没有，他被玩送。我们看吃完了九碗的花桂，但这一碗呢，就是小妹要吃的，那人家要打烊了，我们就先回去。好。峰哥也坐不住了。你说拜拜。拜拜。第十碗的花桂，我们留给小编吃，请说说看口感。很好吃啊。对啊，升级了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菜够。比较够味。嗯。嗯峰哥，峰哥，现在我们已经返家的路上，我觉得刚刚老板他们整个超热情，还招待一瓶水，还送两条香肠。你知道我们刚刚那些我点了十根蛙龟跟五条大肠的价钱是多少钱吗？总共是350块。然后还送香肠，又送水，还有清汤，你说是不是很划算？老板整个很热情，峰哥，峰哥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就是介绍我们家，一些同满美食，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，有什么好了解的？只有介绍一家店而已，就只有介绍一家店而已。但是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爱店啊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也帮我按赞、按订阅，好开铃铛哦。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